张家软软的女儿是如何养成的，每次出门都被认作是混血儿的小月饼，这可少不了他爹的功劳，每天晚上都是他哄宝宝睡觉，给宝宝有效陪伴。现在小月饼已经认识很多小动物了。在哪里？我按一下。哇，好厉害！小月饼精致的头发丝都在发光，爸爸每天协助宝宝洗护，每次洗脸还要自己擦香香。小月饼皮肤特别稳定，这个造型之可爱的面霜就是小月饼香香软软的秘诀了。它的质地是很莹润的奶霜质地，特别适合秋冬用，里面的蜜甘蔗班的成分是贵妇级别的，可以舒缓修复小月饼的敏感肌，再加上植物角鲨烷和牛油果汁，28天就能够提升宝宝肌肤自身的保湿力，让小月饼的脸蛋嫩得能掐出水来。这次去新疆旅游，我们也带着它，出门带几片就够了，旅行装具方便，有森林游来面霜陪伴，小月饼这套旅行脸完全不干吧，真的牛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，我们做父母的就更安心了。见母可爱的女儿尊低，舍不得她长大呀。当父母后才知道，什么好的都只想给她。富养女儿就是我们的宗旨，高质量陪伴，开拓眼界，健康身体，气质形象，只要和孩子有关，事事都会细心研究。只希望她健康快乐长大呀。